己的记忆，如铁线洁白的衣，喜欢缠着你强壮的双臂，随着你一起呼吸。感谢你慈祥的母亲，回忆你我竟是如此的幸运，庆幸自己花儿般绽放过的青春，无悔是我他乡远方的足印。上秋，这大半夜的你这干嘛呢？啊，坐。哎呀，你说我听着。你快点坐，我跟你说。我听着呢。哎，刘北伐和郝玉兰这俩人啥意思？有门。哎呀，你净胡扯呢吧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不小心的时候听见葛俊给王大勇打电话，郝玉兰跟王大勇断了。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都不知道，当时那葛俊急得跟什么似的，真的断了。你想啊，那边俩人断了，这边郝玉兰跟刘北伐，这不接上了吗？哎呀，你这说的是哪儿跟哪儿呀？这是啊？哎呀，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把我给愁的呀啊！这郝玉兰人不带头，那些女兵都看着他呀。我呢，我又不好再找去郝玉兰去说，怕他拿话来怼我。这下可好了，我明天。我就去巴黎，我趁热打铁把这俩人给捏过成了啊，就不怕再碰钉子？嗯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找刘北伐谈，你找郝玉兰。我能行？你怎么不能行啊？这郝玉兰最听组织的话，他也听你的话。这两样不要混为一起啊，我可代表不了组织，我还是代表我个人吧啊。那咱成败。哎，越说越离谱了。真的。你好好想想。你说这个刘北伐和郝玉兰真能行？太行了！你好好想想，他俩多合适啊。嗯，那我就试试。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能脱离群众，脱离群众了就什么都干不了了。你铺垫这么多，你找我肯定有大事儿了。哎，你别倒水了，坐坐坐，你坐来。啊，来呀。真有大事儿啊？哎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来啊是为郝玉兰的事儿来的。郝玉兰的事儿你不找他去，你跟我说什么？老刘，你别给我装糊涂啊！你俩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在山上伐木的时候救过郝玉兰，郝玉兰呢也挺关心你的，又给你洗衣服，又为你抱打不平，这其中的道道道连团长都看出来了。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哪跟哪儿？男人跟女人，月亮跟星星啊。一套一套的干什么？笑，你就没想过？想什么呀？你就没想过成个家？我觉得郝玉兰合适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那么大声音你都没听见呢？我觉得你俩合适啊。你这样硬性的把我们俩扯在一起有意思吗？我这眼光啊，一瞅一个准儿。老刘，你得带个头。我看了，
那给你找对象，那就找最好的，全八连啊，也就是郝玉兰，郝玉兰才能配得上你。哎，你别倒水了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我给我自己倒，好吧。郝玉兰呢，不仅人能干啊，长得也漂亮。要说不足呢，就是带了个孩子，还结过婚。不过那孩子是烈士的遗孤啊。哎，再说了，你不是也结过婚吗？没啥大不了的。李小姐，嗯，人家在老家有人啊。断了，要不然我怎么敢跟你提这事儿啊？行不行？你给个话啊！你好好想想啊！你想不明白，我天天来，这就跟那个打仗攻堡垒一样，攻不下来，我绝不收兵。不挨着的。怎么不挨着？道理是一样的。他是来牵线提亲的，那也轮不着你，你把人都还上了。俺倒是想嘞，但李协理啊，跟刘连长说的话，俺听得清清楚楚。他们说那是玉兰的事儿，李协理要给他俩提亲了。拉倒吧你，胡彩娥，你净指那些不靠谱的事儿。怎么不靠谱？俺觉得靠谱的很。我问你，你说玉兰真的能嫁给刘连长啊？怎么不能啊？那刘连长有模有样的，站的是一棵松，走起来那是一阵风，是吧？哎，这样的男人咱还挑什么？要是放在我面前，俺立刻就答应了。俺看你就是个花痴，大伙都别听了的啊，快吃饭吃饭吃饭。哎，俺呐嫁大炮就是嫁太早了，要不然俺跟玉兰好好争一争。啊，他不要正好给俺呢，是吧？哎呀，别胡说八道了啊！你能跟玉兰比啊？哎，怎么不能？那俺哪比他差？哎，你也不瞅瞅你自己这样，你说你刘连长能看上你啊？哎，那好玩呢。李协理来过了，钱钱来了，玉兰挺好的。你怎么知道钱的是他？那还用猜吗？在咱们八连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配得上你？哎，这事儿真的有点瞎胡闹。怎么了？玉兰不好吗？人挺好的，当过副区长，在咱们马连窝子那是女排长，怎么的还嫌弃人家了？没说的不好，是我不能。那咋的了？我们俩不是一路人。你有文化，人家没文化。哎呀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这绕来绕去的，就嫌弃人家呗。这两个人相爱啊，必须要全身心，是要用生命去爱。这个爱是发自灵魂深处，这样才行啊！如果没有爱，那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有什么意思？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懂，这太深奥了吧？哎呀，老刘啊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你看啊，你呢，心里有一个死扣，他心里也有一个死扣，你俩走在一起，没准这扣就解开了，对吧？这扣吧嗒一解开。爱来了，你说的口不是我说的这个口，怎么就不是？哎，指导是怎么说？听见了吗？啥啊？这屋子盖好了，也跟我们没戏。不是都说了吗？火柱。哎，这跟地窝子有什么区别啊？是，这鸡窝搬鸭窝的。哎，老胡，你也赶紧找一个呗，这样你也有份儿了。哪那么容易呀？有什么难的？你看咱们排长不就跟田大凤对上了眼儿？你瞎咧咧啥？
谁对上眼了？排长，别装了。哎，咱哪有排长有福气？你瞧今天雨斌什么时候看过咱一眼？都赶紧睡觉，瞎咧咧啥？废话一箩筐。睡觉睡觉。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，真没劲。哎，说老胡啊，咱们要不回老家得了。报告连长，指导员，一排有几个人跑了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呢？还学会当逃兵了是吧？指导员，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了。这是你们当逃兵的理由吗？你瞅瞅你们，谁瞧不起你们了？自己瞧不起自己，一个个是缺胳膊还是缺腿了，都他妈缺心眼儿。连长，要不你给我们取一个，让咱们看看呗。行了，劳作发完了没有？连长，指导员，我们错了。你们忘了你们是谁了？你们现在是解放军战士。我回去。到。通知各排长开会，这件事必须要严肃处理，这个风非杀不可。急什么急？又不是什么大事。这不是大事，什么是大事啊？人不是没跑掉吗？那性质一样。哎呀，他们又不是没有理由。什么理由？找不着媳妇是理由啊？找不着媳妇就该跑？哎，这我今天都不护着他们了，你怎么倒当起老好人了？我也批评他们了。你那叫批评啊？我怎么不叫批评啊？那你那意思，我把他们关禁闭、送监狱？讲政策首先要讲原则，那稳定军心就是原则，咱们得从自身找原因吧。你看啊，假如他们要是成了家，还能跑吗？你拿个鞭子抽他们，他们都不会跑。可你现在看看，起义兵里面一个成亲的都没有，分了房子吧，也没有他们的份儿，那叫谁能没情绪啊？我感谢你啊，我代表起义兵感谢你对起义兵的体谅。我可不是看你面子啊。可是娶媳妇儿那么简单啊？啊，这事儿复杂极了，那女兵想嫁谁不嫁谁，咱们能左右得了啊？咱们又不是人家的娘家哥。那你就是哥呀，你是带头大哥呀。这事儿要想解决好，你就得带这个头。你要是成了亲，那后面不都跟上了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拼了命的想把这事儿往我身上扯，是吧？我不扯你扯谁呀？你是干部，是领导，是标杆，是尺子，不如说我是靶子。哎，那你要那么说也行，反正大家伙都盯着你呢。你必须成亲，成亲了，后面就会成亲。我跟谁成？没有人吗？人家指不定是愿意不愿意呢。那人家要是愿意了，你敢不敢娶她？敢不敢？不，你非逼我有意思吗？我就问你敢不敢？我敢。我有什么不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必须要带这个头。我不这么做就稳定不了军心。好，我牺牲了。好，那就对了。老吴，这也就是没跑成。哎呀，你别说，还真是个事儿。是啊，我都说了多少回了，得抓紧，得抓紧啊！这项工作你不是一直在抓吗？我是一直在抓呀。
可是我一个人力量对付这事儿还真不行。这郝玉兰，她就是一根难啃的骨头。老吴，你得出马了啊！啊，我没说，我不管。那行，那我通知他去了。他人一来，我先跟他谈。你就不怕再谈崩了？攻克堡垒，百折不挠。哎呀，真像个女战士。我就不信我啃不下这块硬骨头啊！没事，有我呢，我牙口硬，我帮你啃。李协理，俺知道你为啥叫俺来。昨天晚上俺们连几个骑兵要逃跑，被追回来，是这事儿吧？来，你喝水。这事儿啊，我也听说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态挺严重的。我这心里着急，所以就让你跑来一趟。哎呀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吧？知道，车轱辘话呗。我这回啊，不是想让你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那你叫俺干嘛？我是想让你带个头。我看好了一个人，想给你们两个人牵线。你说啥？你觉得刘伟伐怎么样？你开啥玩笑？你想把俺们俩拉在一块儿？对，刘伟伐有什么不好啊？他哪配不上你了？李协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要再说，俺就走了。怎么不爱听啊？团长，玉兰同志，别激动，走到我办公室。来来来来，吴团长，李协理刚才的话俺听明白了，叫俺带个头架国民党起义兵，你就别劝俺了，这事不成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我觉得呢，成家结婚主要还是要看人。你是对刘北伐有意见？那倒没有，他是个好人。哦，就因为他是国民党起义兵，这一条就够了。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偏激了呢？俺跟赵虎结婚才一年，就去之前，俺们推个小车，走了十来天，连口气儿都没喘，国民党的炮弹就飞过来了。俺们家那口子为了掩护大家伙，自个儿被炮弹给炸了。俺搂着他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俺哭的都快没气儿了，俺捂着他那条断腿，那血就呼呼的往外冒，一直到流干了。还有俺的宋敏大姐，就是解放他妈，她也是被国民党给杀害的。抓她的那天，俺就抱着个解放。解放才五个月大呀，俺在后面追呀追呀，俺自个儿都没生过娃，俺给解放当了这么多年的娘。吴团长，你说这坎儿俺咋过去啊？玉兰同志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对不起啊，也许我们把问题看简单了，只想着尽快解决起义兵的婚姻问题，并没有在乎你们这些女兵的感受啊。是的，他们这些人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干过，是跟共产党打过，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，那么多的人流血牺牲，你们女兵中有许多的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包括你呀。可是玉兰同志，我想趁着今天的这个机会，跟你谈一谈对骑兵的看法。
你可能还不知道啊，咱们新疆是和平解放的，是陶思岳将军率兵起义的。这支起义兵分布在各个师团，你们连就是刘北伐他们。可是你知道这次的起义意义有多么大吗？啊，他避免了多少流血牺牲，那是立了大功的。陶思岳将军现在就在兵团司令部，领导着我们继续革命。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领导，难道他领导的起义兵我们就不应该尊重吗？我实话跟你说啊，一开始他们分到咱们团的时候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也不愿意跟他们为伍。可是后来呢，大家在一个锅里搅勺子，共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对他们就有了新的看法。其实这些起义兵当中啊，大部分都是穷苦出身，他们在家也有父母爹娘，也有兄弟姐妹。好多起义兵那都是当年抓壮丁抓到国民党队伍当中的，这难道怪他们吗？不能吧。哦，玉兰同志，你过来看。你看，新疆在这儿，山东在这儿，新疆与四个国家相连，你说这地方大不大？哎妈呀，比我们山东好几个都大呀。是啊，这么大的土地，要不要我们来保卫？那当然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新疆有多少解放军，就有多少起义兵，这支投诚部队是绝不能缺少的，要不然国家会派多少兵力来保卫它呢？现在刚刚解放不久，各种势力，国内的国外的，都想着要颠覆新中国的政权。我们这支部队啊，是共产党的军队，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。啊，这些起义兵，自从投诚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如果我们总是另眼相看他们，那不就是乱套了吗？啊，昨天发生在你们连里的事儿，你是知道的。起义兵成家的问题不解决，情绪不稳定，甚至有了逃跑的念头。你们连长和指导员问我怎么处理，啊，我给摁住了，不能再刺激他们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团长，你说的道理俺都懂，但事情落在俺身上，啊，俺觉悟还没那么高。你上秋节啊，跟我说，很多女兵都在看着你呢，你嫁他们就嫁。我也是想啊，如果你能带个头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就这样啊，乱点鸳鸯谱喽，啊！可是你这么一哭呢，把我这个心哭的，哎，玉兰同志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团长，看你说的，俺咋受委屈了呀？俺都不好意思了。俺就是个直脾气，有啥都说，这里心里没敢说通，您给俺这掰开了揉碎了说。您这么忙，俺还有啥委屈啊？好了，话说到这儿，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再不提了，啊？啊，这是么意思？啊，说到头，嫁人是你自己的事儿，组织上绝不能强求，我们一定要尊重你的意见。姐，你真被说动了，俺还以为这要是过去，俺连想都不会想。但是团长今天一说，俺倒是想了一路。团长跟你说过了？团长说，新疆是和平解放，要不是陶世岳将军带兵起义，新疆到现在还乱着呢。新疆这么大，他要是一乱，那新中国能安定吗？而且建设新疆如果光靠解放军，那得多少解放军来呀？那别的地方就不需要保卫了吗？反正你是被架上去，你就下不来了。没有，人家团长说了，
尊重爱，不强迫爱。他这么一说，俺倒心软了。玉兰姐，你跟连长就真没感情？你要说感情，那也是同志之间的感情。他帮过俺，救过俺，俺挺感激他的。那说到谈婚论嫁，俺压根儿就没想过。俺看不是。咋不是？那以前你有大勇哥，俺老觉得你俩分不开，扯得紧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你俩成不了，你还真一辈子不嫁人啊？要说一辈子不嫁人，那也不现实。那不就妥了？啥妥了呀？俺看了又看，全八连就你和连长最合适。俺跟他咋合适了？这连长要找的，那得是有文化的，文文静静的。说话慢声细语的，这一样，俺一样都没有。再说了，俺看上的男人，那也不是他那样的。你说赵虎和大勇，那都是说话直来直去的，没啥文化，但是说话俺就爱听，就能逗俺笑，打起仗来更是没得说。俺跟他们在一起。那撑着肠子过，舒坦。这连长说话，说一半藏一半，还让你猜，俺哪能猜到他要说啥？累死人！这要不是组织上硬说，俺连闪念都不会有。俺知道，在你心里，那组织就是天。俺入党十几年了，老党员了。这十几年，组织让俺干啥，俺就干啥。他不光是天，他还是俺娘。姐，你答应了，吴团长跟李协理跟俺谈了，俺说，俺需要点时间考虑。啊，我不管你怎么考虑啊，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。俺没病。谁说你有病啊？没病要打啥针？哎呀，我说的什么你怎么都听不懂呢？俺就是个二傻子，你就别跟俺谈了。哎。这个事儿，其实我也不愿意。你也不同意？那你去跟吴团长说呀。可是，这个婚，咱们必须得结。为啥？你有啥资格要挟啊？玉兰同志，我承认，我对你有误解。我以为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。就是为了自己带来的那几个山东姐妹，为了要当这个领头羊。可是自从你招兵回来之后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有点真心要留下了。你没有我想的那么狭隘。啥叫狭隘？
好，我尽量说的简单一些。我也不想留下，可是我必须留。你别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那帮兄弟啊！新疆这块地方有多大，你知道吧？它是咱们国家六分之一的领土面积。俺知道，就是鸡尾巴那一块。你这么大块地方，是不是需要很多人、很多人来保卫它？现在咱们这儿啊，有多少解放军，就有多少起义兵。这么多人，几十万人啊！要想让咱们安心的留下来保卫边疆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。首先，要让他们感觉这真的是自己的家。你别总说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那些姐妹，你是不是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事情来考虑？我是起义兵的头，你是女兵的头，现在上面要求咱们俩带这个头，如果咱们俩都带不了这头，做不了这个表率，那怎么能够让他们安心的留下来，能够让他们扎根呢？你讲的这些大道理俺都懂，俺觉悟没那么低。那就算我刚才白费口舌。俺就是不明白，俺为什么非要嫁给你，俺就不能嫁给别人？你看你又绕回来干什么？你刚才说自己觉悟高啊，可实际上你是在乎自己的个人声誉。俺没有。你就是，你以为不是吗？你是怕我玷污了你郝玉兰的名节？俺就是心里过不了这个坎。你告诉我什么坎儿？你为什么不肯加呀？俺恨国民党。你干嘛？来，你不是恨我吗？你干脆一枪把我打死算了。来，你干啥？来，打死我！对着这儿，打死我，让你解恨。你不敢是吧？好。我自己解决去。啊！你干啥？连你这么高的觉悟都不肯嫁，那起义兵岂不都得打光棍了？啊！那算了吧，我还不如死了，咱们也省得给祖上添麻烦。俺嫁，俺嫁，你看我是不是糊涂了吧？俺嫁。你说的，是吗？不就结个婚吗？有必要闹出人命吗？说出的话泼出的水，你就说话算数。俺说话算数。哎，我真的不想逼你。你这不叫逼眼，叫啥？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磨叽啥呀你？知道叫什么吗？叫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们俩不是有情人啊。那你俩是什么呀？我们俩是你逼的。那我是你爹啊，还逼你？哎，你别扯那个，你俩真没那意思啊，谁扯也扯不到一起去。哎呀，现在你随愿了啊。我随什么愿呢？真把我当成玉兰家的娘家哥了？你以为你不是啊？你看你吧，上蹿下跳，又报信儿，又，比你自己接还着急呢。哎，你真是好心不知，当成驴肝儿。哎，你就是那东西。反正我要是不答应啊，一个你，一个李协理，整天在我耳边嗡嗡嗡嗡，烦都烦死了。既然玉兰也同意了。我配合。不是，这你要是不情愿，你可以不答应。我不答应，你答应啊？那我肯定不答应。那从上面说，是领导指派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要坚定不移的完成。那从下面论，现在，那我是玉兰的娘家哥了，他那事我不能不管。哎呦，娘家哥，你歇会儿好吧？刘，
就是论男女之事吧，我还是有发言权的。你怎么没有发言权？我结了婚了呀。哎呦，别看你们俩现在是不情愿，等你们结了婚之后啊，哎，就情愿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俺们山东大嫂子可会疼人嘞。哎呀，连长，少爷，连长，金姐，哎，什么事？明天我也到团里领证。不能开，明天是人老刘领证的日子，你跟他凑什么热闹？我和田大凤啊，成了。哟，你们俩怎么敲门心的成了？那还能咋的？那还敲锣打鼓不成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现在说也不晚呐，这成双成对才最好嘛。哎，说说你怎么把人大凤给勾搭上了？瞧您这话说的，那怎么能叫勾搭呢？我们俩这一来二去的递几个眼色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李协理啊，就是拿了一根小洋火柴棍，哎，就把那窗户纸给捅破了。扯淡！那女兵排刚来的时候，你跟大凤嘴对嘴的吵，现在也是嘴对嘴，但是不吵了。我们俩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不打不成交，欢喜冤家。好，嗯，那这样，明天啊，你们两家一起去团里扯证，嗯，一人一匹马，咱不能把气势给弱下来。我不急啊。你为什么不急啊？不，我都答应了，你还怕我跑吗？行行行行，能成一对是一对，对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定了。好，走吧。行，那我等了啊。老刘啊，你这是……哎呦，你有完没完呐你？哎，你等等等等，你就等吧，再等黄了，我不管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你该干嘛该干嘛干嘛去吧，去。俺们山东大嫂哎，可知道疼人嘞，知道你要知道呀。山东大哥，我谢谢你好吗？赶紧睡吧啊。凤儿。天不早了，早点回去睡吧。俺有几句话想跟嫂子说说。俺知道。来，坐着说。俺想不通，俺觉得嫂子你变了。变得凤儿都不认识了。俺跟大勇散伙的事儿，大家伙都知道了。过去俺扛着，是俺身后有大勇这根柱子。现在这柱子没了，嫂子。你这是在赌气吗？是，他这心里头像被刀戳了一下。你说他盼他盼着他，好容易盼来他的心，就他那几个字。俺能不认得吗？俺就想着，凤儿天天慌慌的想知道，俺就让你来念。俺以为他是想让俺回去。嫂子。俺也不明白，大勇哥他咋说变就变了？俺知道，他伤了嫂子的心了。伤了，疼得厉害。俺也知道他是不得已。你大勇哥是个孝子，
这是他娘最后的一个念想。你说他不这么做能行吗？还是哭也哭了，骂也骂了，这一夜就给翻过去了。俺要是还死扯在这儿过不去，俺连儿自个都看不起自个儿。嫂子，俺也没说啥，俺就是心里憋不过来那股劲儿。夫人，你知道吗？俺知道你跟二曼都是为了俺，俺起先也过不了这个坎儿。但是后来，李协理、吴团长、刘连长都找俺谈话。夫人，你知道新疆在俺们国家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俺们这些山东的女兵来这儿有多重要吗？俺原来真的不知道，反正俺现在的觉悟不一样了。真的，俺就觉摸着，俺要是光为俺自个儿，俺对不起组织上这么多年对俺的培养。天无一欢喜，天成雪。